歹，我发现洗澡馆的缺点。你注意看啊、哦！我想阮底要补水哇，恁娘才泉水出来，靠腰嘞！恁娘臭吧？今日洗澡馆为什么叫烂的？想无呢？洗澡馆竟然会烂掉？这洗澡馆照讲是最用的，安尼嘛歹笑呢？对啊，为啥要当两个站呢？请两公呢？为什么这样呢？对啊，伊话拄仔咧加水，伊往敢囥只讲洗澡馆讲叫下个，靠背。我拄仔开用我咧漏水，我来烧啊！所以刚刚顺便把它清一下了，我这扁条丝，我过去挂住一个，不好意思，奇怪了。